二零二一年個六月一日，澳洲呢度啊，佢而家報係有五個本地確診嘅，全部都係喺維多利亞省，有三個外來輸入，兩個去咗維多利亞省，一個去咗係西澳。咁而家我哋啊，澳洲個本啊活躍確診數目係一百一十五，而我哋嘅總共確診數目就係三萬零一百一十八，死亡方面咧係冇改變嘅。